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梁家的女婿。自始至终，我喜欢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梧桐。湘君，你住口！湘君，真是一出感人的戏码。湘君，你准备当场示爱了吗？湘君，我求你别再开玩笑了，好不好啊？你知道我没有在开玩笑。今天正好当着所有人面说个清楚，省得总有人怀疑我的想法和动机。厉女士看好梁厉两家联姻，我觉得不错。那我先祝福一下厉先生，希望你能早日抱得美人归。月琪，梧桐，公开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们俩是亲兄弟啊，都不要再打了。陈伯，去拿出来！你这个坏女人，为了一己私利，迫害我的家庭，挑拨兄弟不和。今天我要让大家看一看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这些照片，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？铁证如山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一边跟你纠缠，一边又勾引着湘君，他脚踏两只船，根本就没有安好心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不是真的，你相信我，听我解释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为什么要撒谎？那这照片又是在做什么？你不是在跟他上床，又是在做什么？啊？湘君，你帮忙告诉他们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说话呀！拍得很清楚，哎，这可是侵犯我的隐私。湘君，你告诉他们，我们在你家什么都没有做。你说话呀！你，梧桐，我们之间的事需要跟他们解释吗？湘君，你只要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事实？照片拍得很清楚。你要我告诉你什么呀？上去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这都不是真的，不是那样的。湘君都承认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以前喜欢湘君，我都无所谓。我没有。你还给我。可是现在我是你丈夫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郑某，你居然跟这个女人结婚了！你，芷宁，妈，芷宁，快，妈，芷宁，芷宁。